要海第十六天，今天整点小烧烤来吃。媳妇儿，你都没给我整腰子，你说你爱我吗？功效是一样的，它是素的，腰子哪有生蚝啥来的快？前两天还答应过我整生蚝和腰子。韭菜跟那功效是一样的，功效一样的，咱就省点钱。再说天天吃肉也不行，那还吃肉补得快呀，吃啥补啥嘛，健康一辈子嘛，是不是啊？老铁们，你们说对吧？咱素了吧唧的，感觉不爱我，不想，不是真心实意想跟我要孩子。老是忽悠我，是真心实意的。那你之前说给我安排腰子，要不能给你整韭菜呀？你这玩意也挺好吃的，哇！多吃点啊。好嘞，这两块都是我的。吃韭菜见效了，就给你安排腰子。好嘞。吃韭菜不好使，腰子也费肺。肯定有成效。